那不然那个护士小姐怎么叫你医生？那是异性啊。披甲灵药。这个碗具，有碗具，有沙锅。医生说是被感染。细菌感染。等一下，楼下药局就有了，差不多吧。生理食盐水一罐几十块呢。啊，家乐福也有卖。对啊。啊，无等于盐拿来，是啥？不幸运来这个医院，因为你感冒了。小护士，小护士。天书里的梦，修炼爱情的心声。